一流涧水滚滚，汇聚成潭，一条蜿蜒向下延伸的土坡小道，两旁布满着蓊郁的松林，四周围挂满了五色旗。步道一旁则堆叠着起伏的马泥堆石塔和颜色鲜艳的叉叉泥塑像。在桥的入口处矗立着贝玛黎巴和他两个儿子的岩石雕刻，师父和朝圣团员一行人也在此虔诚地供上盏盏心灯。来点一个，然后各位如果等一下愿意点灯来蓝灯湖点灯祈愿啊，甚至超度母亲一样，以前我们来会把灯放在水里面流流流流到最下面，看谁的灯不会沉下去。那现在因为这边有一点危险，所以来这边祈愿就好啊，祈愿莲花生大士加持。来，一心祈祈莲花生大士贝玛林巴尊者慈悲加持，深入福藏普度众生。那为什么要有福藏？因为莲师早就预言了佛法在某一件时间会被消灭啊，会有障碍，但只要把福藏放在适当的地方，然后呢有适当的福藏师代表莲师的化身取出这个福藏，还是可以继续在利益众生。所以这是林马派特别特殊的地方。事实上释迦牟尼佛也有福藏，就像般若经华严经，那释迦牟尼佛放在龙宫里面，要等到龙树菩萨才把这个福藏取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华严经般若经很多经典，所以每一个诸佛菩萨的福藏有很多很多种，空中的水中的石头的，所以在不丹有很多福藏地。所以来这边各位就祈愿，因为很多人看那个湖啊，你再高高看就好了，然后可以观想，然后湖水会现出啊，真实现出不一样的景象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很虔诚的话，这样就可以，但是还是要小心啊，这边往生不少人啊，走路要小心，因为来这边圣地就是不能开玩笑，就很认真。这个大石头中间有一个凸出来的，是一个钥匙，也是莲师留下来的。那他说贝玛林巴尊者以后会转世来，会把这个钥匙打开，里面还有108个福藏在里面啊，所以这里面是加持地。那各位千万不要走得太近啊，上面还有一个文殊菩萨，也是贝玛林巴休息的地方。刚刚讲来这边要真实的祈愿啊，贝玛林巴尊者带着火焰，然后呢27岁进到这个湖里面，取出了浮藏啊，出来的时候手上的火焰还是亮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有加持力的地方，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佛陀的教法。所以浮藏的目的最主要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这个伟大的教法，就像去除癌症的药一样。所以我们都要发愿，为众生为人类要传承佛陀
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教法，就像啊最好的药一样，所以都在这边祈愿，愿自己也能够像贝玛丽妈一样，能够把佛陀的教法、莲花生大师的教法延续在这个世间，这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大家在这边发愿，愿大家都能够啊带给众生快乐，帮助众生离苦，在我们的身口意能够显现这样的教法。好，阿弥陀佛。第二佛乌金莲师亲自受记之福藏师有千余，大福藏师百八，而福藏王只有五位，只有完整取出上师成就法、大圆满成就法以及大悲成就法，堪能称为福藏王。乌金第二佛之心子福藏王贝玛林巴父子三尊，乃为莲华明公主的五个转生中的最后生，于莲华一教受记言，火焰湖中埋藏之福藏，依靠不智取出为证照，乌金贝玛林巴即笔名。乌金莲师亦亲自受记，尊者未来将于莲华庄严刹土中成就无上菩提，彼时名号为金刚藏如来，现在一切与尊者结缘者亦往生莲花庄严刹土，成为彼佛之应所化机，于彼国土成就佛果。山河大地皆有情，发心护持殊胜行。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生命观是什么？生命不是单独存在的，我们是山，我们是蓝天，我们是牛，我们是阳光，生命是一体的。所以生命电视台就要告诉全世界的人，所有的友情包括山河大地跟我们都是一体的，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所以打开生命电视台，让全世界的友情大家合为一体，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阿弥陀佛。话拨正好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先来念药师灌顶真言啊，有最好的药，药师佛的不可思议的加持。但是各位念的时候一定要加观想，你现在人进入了你去过的医院，包括太平间啊、报恩堂、纳古塔，让那些有病苦还执着的众生个个都好起来，特别是其他宗教啊，特别是被堕胎胎儿要观想，特别各位观想后来观想了你的老阿公老阿嬷啊，他们已经舍报了，可能还在执着身体的痛苦哦啊，所以人会生病，鬼更会生病啊，地狱道那不用讲了啊，所以畜生道也更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念药师咒，你不念没关系，麻烦你观想，世界最大的力量就是心灵的力量，你一观想它就得到啊。所以来，南无波揭伽利毗沙奢俱卢毗卢尼婆那摩诃那奢耶耽那揭多耶我乃我第三藐三菩提耶当知那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娑摩揭谛娑诃。黑死病死亡，欧洲众生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众生，这种地震、水灾、火灾、自杀、车祸死亡众生，所有被屠杀动物的众生，毗沙奢俱胎儿众生，波罗波恩那世耶耽那揭多耶我乃我第三藐三菩提耶当知那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娑摩揭谛娑诃南无本觉梵提毗沙奢俱卢毗卢尼婆那摩恩那世耶耽那揭多耶我乃我第三藐三菩提耶当知那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娑摩揭谛娑诃。各位以后如果你这样来念药师咒，跟你平常念药师咒不一样啊，有一个感受，有一个力量，因为你有信心啊。平常各位你就点药香就好了，我们现在做很多香他们都有加药，你就特别买点一支在念了药师咒啊，啊这个香飘到任何人啊有病苦的地方，因为这样这个叫相对菩提心。虽然我们要修菩提心要有一个空性，但是在没有这个空性的时候先有对境，有对境，所以有这些东西，有这些对境对你很重要，然后你就会升起一个啊，我们叫世间的世俗的菩提心。虽然我们还没有证空性，但是力量会很强啊。我们修行就怕那个菩提心不见了啊，老了不见了啊，然后这样不行，但是这样真实在利益众生，也可以累积资粮消业障。